哎，云儿，你们凭什么背着我跟乔家订婚？订什么婚？啊，是我答应的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乔家多好啊，家大业大，有权有势。人家是警察局长。 人家可是一表人才，乔振天这么好，那你嫁过去啊？哎，云儿，你听我说，你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振天对你来说也是个不错的归宿。听爹的，别闹啊。爹怎么会逼你嫁人呢？这件事，最后还要看你自己，行吗？ 嗯，小姐，记者都到齐了吗？报社和广播站的都到了。 封商人士见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迷信一种特效药，说这种特效药可以治疗蜂毒。不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这种药叫做吗啡，吃多了只会让人上瘾，重演鸦片误国的悲剧。哎呦，这是假的呀！真的假的？这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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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药效会慢一点，但一定可以彻底根治蜂毒。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真的可以根治吗？说说。对呀、啊。都说说呀、啊。这到底能不能治啊？到底行不行啊？说说就行了。对呀、啊。说说就行了。没准备吧？不能想让我们信您，看没有？你怎么让我们相信？能治啊？得让我们信才行啊。好。空口无凭。现在就给大家做个实验。你疯了！我只会服用我们自家的解毒丸，药效如何？大家看我就可以了。真能治！这要不能治，这人就没了。看看吧，明成，快！说什么特效药，全是骗人的。你居然敢用吗啡来骗我！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你已经赚到了钱，何必还要在乎什么名声呢？放屁！我和你们乔家明里暗里的也合作那么多年了，见不得光的事更是做了不计其数。在下只是觉得，如果因为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的罪名而失去了权力，恐怕有点得不偿失啊！我早晚收拾你。坚持住啊，星辰！星辰，一定要坚持住！大舅，求求你们，再给我最后一瓶吧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再给我最后一瓶吧，天瑶把他给按紧了。好，最后一瓶。
我没事了，景城啊，扶我起来吧。啊啊啊！有志者事竟成，这毒瘾我克制住了。 有没有特效药？没有特效药了！这个恶星辰竟然敢骗我，赶紧把他绑起来！快点！给我！有特效药！给我！星辰，让他进去！快！给我！给我特效药！是啊！啊！云长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瓶吧，我最后一瓶就行，云长。 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瓶吧！我欠我多少药钱没给了啊？哎，你干嘛？哎，站住！老板那个人抢我们药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呀！站住！你为什么跟我打？对吧？我不，看你娘的，把枪老子的药！你有药？这特效药毒性太大，还好我有情囊术，可以短暂的压制毒性。 我没想到这个特效药影响这么大，骇人不浅。看一看，是药三分毒，这药本来是拿来治蜂毒的，现在他们却都上瘾了，意志力实在太薄弱了。这药本身就有问题，跟意志力没关系。我再喝最后一瓶。星辰，坚持住，星辰，坚持住，一定要戒掉。星辰，你够。 不行，坚持住！哎，对了，星辰，你这一次去找我父亲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有一位远方亲戚，跟林村有些渊源。
我想代替那位亲戚去探望一下。你师父留下这个纸条跟笛子之后就离开了。我已归去，勿念。师父的离开，该不会和上官亲有关吧？他可千万别做什么傻事。星辰，我父亲人比较严厉，你见了他可要规矩一点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少爷，嗯。父亲，这就是穆大夫，他找您有事。这小子，他怎么来了？父亲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师长好啊。穆星辰，自从你来到云海市之后，接二连三发生很多怪事，风毒剧毒无比，却偏偏只有你能治好，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。胡风怎么来的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叔叔，露馅了。私自逃到外界，你就不怕穆北川知道吗？跟您学的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因为只有神木族才有七色胡风，而您身上有七色胡风的能量，所以不难猜测那些胡风就是您养的。我不希望你们的恩怨会牵连无辜的百姓。你不是有办法医治风毒吗？嗯，现在市面上出了一款害人不浅的特效药，叔叔应该知道。我希望叔叔以市长的身份阻止乔家继续卖药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娶楚天瑶为妻，你敢吗？叔叔明知道我父亲的性格，又何苦为难我呢？父亲，父亲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不能没有阿瑶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为了一个女人，勾结乔振天，伪造批文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父亲，您都知道了。你被他压得死死的，被他利用，也不敢反抗，真是丢脸。父亲，别的我都不在乎，只要您别把阿瑶嫁给他就行。我跟你再说一次，你们俩不可能在一起。温轩和楚姑娘两心相悦，叔叔就成全他们吧。星辰，星辰，你没事吧？星辰，没事吧？
信祥，他怎么了？你最清楚。有多少人像他这样毒瘾发作？他都这样了，何况其他人？你不是卖特效药吗？你给他喝呀！星辰，星辰，坐下，你先坐下。星辰，我去给你拿药去。星辰，你让我忍一会儿，我一定把他戒掉。星辰。义父，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阿瑶，今天我想让你见一个人。谁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星辰，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星辰，我求你一件事情。文轩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夺人所爱的。谢谢你，星辰。我刚刚听见你叫我父亲叔叔，而且你们刚刚在房间打斗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都看到了？对，我都看到了。对不起，文轩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不能知道太多。好吧，我就不问了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好吗？好，走。星辰。星辰，你坚持住，你坚持住，马上就回去了，啊！阿瑶，你觉得那个穆星辰怎么样？星辰他热情善良，偶尔有些不按常理出牌。义父想把你们俩撮合到一起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不，义父。我明白了，有情人一定要终成眷属。叶医生，上次你打赌说可以治好胡蜂的毒，而且用自己身体做了实验，现在胳膊都黑了，还没有效果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对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没有效果了，那到底怎么作用？对呀，整个胳膊都黑了。这种药的药性慢而温和，所以效果不会这么快。但是你可以每天拍一张照片，这样能看到治疗的过程。万一这个药没有效果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是。那也不能让大家去买所谓的特效药，时间还长呢。你们不用担心，我相信我不会有事的。爹，
这喝特效药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怕事情闹大之后不好收手。三大家族向来是相互制衡，他上官清轻易不敢找我们麻烦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解决这件事情。这万一惊动了上面的人怎么办啊？现在兵荒马乱的，通往外界的路都被封锁了，更何况不是还有上官文轩吗？这件事他上官家也无法置身事外。喂，啊，文轩啊，震天，根据市政府的新政策，咱们必须将全市的特效药马上下架，全城必须使用叶家药铺提供的药丸，你只有三天时间让这些特效药全部下架。三天？三天怎么可能够啊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哎呀，你就按我说的办吧，否则咱们都会有大麻烦。这是我父亲让我给你打的电话，你有什么意见就去跟厅长和市长说。哦，对了，另外你必须把这些日子咱们所赚的钱都交给叶家，让他们采购原材料。既然楼子是咱们捅出来的，咱们必须得负责到底。什么东西？不能再喝了，齐飞，马上把他关到屋子里去，必须让他把毒瘾戒掉。是，关起来。表哥，坚持一下。齐飞，这次你可以好好出出气了，千万别手软，给我往死里打，否则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好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表哥，我真的怕你将来后悔报复我。少废话，快点儿。那你不报复我？报复。忍着点儿。别管他，否则毒瘾根本戒不掉。震天，你坚持住啊，不然毒瘾真的是戒不掉的。大哥，坚持住，用力啊，来！思辰，看来这个特效药真的害人不浅。那个兽医啊，你真的要好好的把毒瘾戒掉，不然别怪我看不起你。你们好好看着他。云长，你中了风毒，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出去看看。兽医，云长，兽医，没事啊。兽医，没事，兽医，我在这儿呢啊。你别怕啊！
没关系的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醒醒啊，云长！醒醒，云长！云长！